你去巴士公司不能够听，你要戴耳机就开耳机了，你要开声大声就开大声呐。我哪里有？你是谁先？我不是你不懂，你不要懂我是谁就好了。我朋友学校的。你自己懂啊，你讲过谁坏话？你讲你自己懂什么？给人差过什么？我没有讲过人家的坏话哦。什么敢讲，还怕人家找你哈？你跟我啊。讲好好先，我现在跟你讲好好哦。对。我跟你讲好好，现在哈，你也是跟我讲好好。你到底有没有讲我朋友坏话？你自己懂就好了。你朋友是谁？我想要知道先呐。你这样问，一定是你讲过太多人了，所以不记得了啦。我好你像说没有话讲得过啊？人家坏话的咯。好咯，你敢发誓吗？干。你发誓也没有用吗？发誓都是假的吗？鬼还看得到啊？有了，那你知道有一条鬼在你旁边吗？有没？没有看到我。你怕你蟑螂是没有看到啦，本我看蟑。得到哦。你要不要像两个人哦？到底是谁呀、对呀、啊，两个人，谁我讲呀、名人了，名字啊？讲一个，这因为你是属马的，就很屌是吗？哈，什么很屌？你本来就是很屌哦，怎么讲。讲的什么人差给人差过什么一大堆哈？什么啦？我讲什么啦？我笑了你们。因为你们讲，因为你讲到我朋友吗？你的朋友谁？我讲我你刚没有朋跟你友。讲。我干嘛跟你讲？所以跟你讲，你自己懂就好了啊。是啊，你跟我讲那个人是谁先呐、啊？我干嘛跟你讲？你自己懂就好了啊。但你叫什么名？我叫什么名？你又管你什么屁事？你是我妈妈，你是我爸爸。没有啊，你就才几岁？我还没有给人打过，不会怕哈。啊，对，因为不然因为我不懂你的 Facebook 名哦，不要给我写你的 Facebook 什么乱七八糟，跟你讲哈，你会写人家我们不会写，写你要玩谁？得起吗？玩得起吗？你玩得起吗？我玩不起哟、哦。知道自己玩不起，又不要乱讲了呢。我其实讲以了，后，我没有乱讲话哦，我讲的都是事实哦，好笑。如果我讲那个名，你不要不要敢讲出来吗嘞？你讲啦，我讲什么？我自己会承认，OK？我人在做天在看，我怕啥？怕屁呀、啊？怕。你讲他给人擦过，这样子你又知道，你开下去白洞看看，你开下去白洞看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又啊，懂，这是你他又自懂擦己，过还是没有擦过是怎样看？他自己来跟我啊？们讲的吗？他讲哦，他之他前跟你讲，讲？是不是舒淇？是啊，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是什么？他讲什么啊？他讲，嗯，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。我讲什么秘密？他就讲了，他还跟我朋友讲 Tim，他就讲，我就讲，这么，我跟许淑慧昨天呐，哈，我们进厕所，他的手啊摸，就放进去我那边呐，然后啊。这边摸，然后插进去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啊？我就问他真的假的？他讲真的啊，是不是他讲的？我朋友也在场啦。你这样讲我讲坏话之前，你在讲过他讲过什么话啦？那周末你个人讲呢？你给我讲呢？我你全部亲个人自讲跟呢？人家讲，我没有跟人家讲到我好笑，是他自己跟我朋友讲啦。我刚好我听到他自己也是来跟我讲的啊，他自己亲口跟我讲的，OK？不要没有有事没有好事啊，就乱乱讲，所以我有跟事你讲没有哈，事没有插进我跟去你嘴讲哈，巴你的话啦。叫大头不？我没有讲，我要没给有大大头声，不是？我没有大你声，不要给大我，声你不要给我不是听见，我大要大声，声，讲话量激动啊，怕了啊！我这么怕，我没有怕啊。你进来哪里？我们都知道哦，跟你讲哦。哦，知道啦，收。走，我没有要讲哪一错话天？啦，我怕什么？你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就算他跟你讲假，你也不知道，真的你也不知道，你有拿那个天啊，天的牌哈、啊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处讲啊。我没有到处讲哦，哪一个耳朵听见我讲话，我就去乱乱讲，好笑，我讲他这个字幕好笑咯。那到底是不是嘴巴痒，还是你下面痒想给人擦，所以这样讲，找人来教你。我有讲过是吗？你有耳朵听到吗？我我耳没有朵听啊，到乱乱就讲这个啦。人那么多跟我讲啊，怎么我没有嘞？你要举证去骂人多了，自己跟我讲的话。我讲什么？你现在讲怎样？我没有啊？想怎样啊？
啊，不要给我给你弄你的 Facebook 很乱到，跟你讲哈、哦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你的号码我发出去给人家啦，等那些 uncle 阿伯啊，那些小下面忙的想要找你啦，哎呀，简单了。找不到，怕啥？我给人做过了，所以不怕啊。对了，给人做过去不怕啦，你胸怀洞那么大哈。我没有进去吧 ，K 小姐。哦，小姐，你是小姐，你我几岁？我几岁？我不懂你几岁。所以好好来，不要叫人家的小姐，好好来。这样想，这样我叫你姐姐，行了吧？姐姐，我怎么要叫你姐姐？不然叫我妹妹。我怎么叫你妹妹？不然叫我妈妈。怎么叫你妈妈？实实在在没有礼貌，你没有妈妈吗？怎么还要人家做你妈妈？我有妈妈。知道就好了，怎么来叫我妈妈嘞？因为你讲不要给我自己姐，这样做什么陌生人了？可以，可以陌生人嘛？陌生人呐、啊，陌生人呐、啊。我也没有讲必要啦。OK， 我跟你讲啊，好来啦，最好不要玩啦，这个，叫我听到再次再第一次再听到啊，你就给我好好来了。